个对外去服产，我都没有看到这一点。好，谢谢评审们的提问，非常的这个重要事情。不好意思，我可能顺序调一下，我先没问题。副这边的部分，就是说服产幅度的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现在教会内也面临流失，年轻人流失的问题。那当然，对外也是一个部分。那首先，我们教会内如果有这个官网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官网里面有哪些信仰团体在做什么。好比说是刚举例的校园使徒。那假设今天有其他本来不太进教堂的青年，他们愿意进教堂，或者是他探讨的议题是可以说是平易近人、接近他的。